他。我讲话他们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嗯。拍个小视频，这样。哦，每战斗还是差点，差点意思。不差。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嗯，没戏，没办法。我包哥今天在电竞酒店，没有上头啊！在电竞酒店没有上头，明天搞一个去。啊，这无指挥棒太机械了。完了，咋送盒？哎，我之前总是在你直播间看到那个叫什么呀？什么那个狗尿，八王喝狗尿那个 ID， 现在也没看到了。那是个傻狗，妈的！哎，他们那是个团体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熟。啊、我很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有什么狗尿，还什么尿啊，牛尿还什么尿，各种尿。妈的，全是黑粉！谁在说话？过敏兄弟，八哥的过敏兄弟。兄弟不是影子吗？吴志辉，这是对你血课吗？
他磕个鸡巴靠。超管啊，我的粉丝，哼，这么远啊！他是个勾巴，他妈的！哎，你把那个开播提醒发一下呀。我不会，啊，从来不发的啊。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有这个。哦。以前看你和那个臭臭连麦还挺有意思难办。会不会今天没状态啊？哪里跑？
太菜了，跟西别差不多。前次打了八村怎么一点办法？就是让他一个，他的你这呵呵每把都让一个人还是可以的，真的。包哥开了8个小时车来武汉，哎呦，这状态要是搁平常是吧？在电竞酒店，包王有生死之交。这不打死我，晚上不能跟过吧。你他妈的！我看看会飞。Nice！ 他好像没缓过来，操！第二届秦城杯，哎，包哥，那不是你到时候还要打秦红杯啊？对啊，七号。啊？为什么没有包王杯啊？没大哥。空房，我操！哎，给你，哇 ，nice！ 我靠！哎，无所谓。你放心啊，我虽然认真打，尊师重道，最后我不会赢的，放心啊。
别放水，包哥，不用养着他打。怎么发波发这么准啊？你妈的个！哎，晕了晕了，刚晕了！妈的，侮辱人了！我操！哎，侮辱我包哥！旁边说话的这个是咱们的超管，过敏兄弟。哇操，等我习惯了。妈的，哎呦，敬你习惯了，我操，你不要脸。包哥，你这都换了好几套阵容了。你反正第一个人又打不过他，你来吧。哦，中波了，完了又晕了。我乐意，包哥三晕。我操，好多人举报你啊，全是举报你的。全是举报你的。哎，你看，我说了吧，你看这个狗尿就来了，包王和狗尿来了。哎。累得要死。干他！你来嘛，摇杆给你。我打得不好。哦，他这个八神他妈的打吐了，太赖了，他妈的，一直记你习惯了，我靠！哎，输了 ，AB， 死于 AB。我怎么叫怼超管啊？超管要玩给他玩嘛，对不对？这么能说。真的吗？机器人，这机器打法。哎，哎呦！哎，嘿 ，nice！ 哇塞！实在不行，包哥，咱们裸他，裸杀他。啊！这个逼真他妈！
我打不了。东胜大哥，他是个鸡毛党，我看他经常在你直播间呢，老粉了。哎呀 ，nice， 那不 nice， nice， 哎，哎，我给你赌一下了，操 ，nice。哇什么、啊、这盘我又不会输、哎。哎哎完了完了完了。哎这逼跳有说到我操。开了肯定开了。这都能跳吗？他从哪里得知我刚刚要发波的？我很我想到现在都想不明白。肯定开了我靠。瓜哥实在不行线下深圳。三万搞起，妈的！你看这下地是什么意思？他打得准啊！是啊，你就不开了怎么能打这么准 ？Nice。哎呀，我跟灰灰你一分我一分的，太煎熬了，差不多。哟，哎，这应该是逆向。哎，没抢过。哎呀，全是利润！哇，这都能抓到？他跳早了，一落地正好在我攻击范围嘛。哟 ，nice， 抓了个呆。夜深了，你还不想睡？哎、完了，你这个，这草率了，草率，再打一下利润、啊，他还长气了，你看我柱子没摸死他，他就一个人，哦，龙二，龙二，你好，包哥你你换阵容，换了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了，哎呀，包赢的，包赢，哎完了，哇这。晕了吧这一波，死了！他妈的，哎，难办啊！操！我靠，龙二加血了，给他！哇，这……哦，后防！哎！出来了，嗯，没事，这盘赢了。嗯，哎呀，差一点，他破防值没算好，我靠。还是差一点啊！这盘他没有赢，但是他消耗了很多的精力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对，就他很努力，但还是没成功。嗯，是的，他后面不好打，心态肯定崩了。吴志辉，正常人是崩了。嗯，要不咱们让他一个人，大哥，让不了。
Nice。哎，没连照就是摸他，恶心他，操！有神奇的站位。哎，换血我喜欢。哎，漂亮。哎 ，Nice， 又点了一下。全是命运。哎 ，Nice， 杨顶天。托马斯。托马斯。哎，抓。今天手感好。我家那个电脑有问题，要不然的话。还得是电竞酒店是吧？哇操，舒服啊！哎，就一个字。哦。Nice， 杨顶天。哎，他想抓你。哎，他爱干嘛干嘛。反正不动。哎呦。哎。没事。让一个嘛，这是。哎 ，Nice， 托马斯倒了。哎，我操！哎，哎呦，哎，可惜。包哥这个反应慢了一点，慢了一拍。可惜。我靠，这个铺地可以打一套大的。别说打一套，刷个指令头也舒服呀。哎，这个是，灰灰今天没状态。他打我哪次？他打我多少回没点状态？戏耍，就是玩儿。还想秒？哥，你他妈的我智商不在线啊！操！哎。这个就死活不用，他要算破防了，破个鸡巴！哎，我防呢，利润，利润，哎，乱动，乱动，死了，对吧？发波小心点。你他这还敢开，这个逼要晕了，我靠，完了，我操，这你他妈我还没动，我操，我操，这是真的动不了。包哥要考虑再换一套阵容吗？不用换，没更好的了。要不选个封八也行啊，选封八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习武之人不可能犯规。规则有说不让选封八吗？你灰灰这就是封八呀！我操，妈的追着打。哎，漂亮，抓头，抓了个呆。哎，那很跳，哎，死于 AB， 够了。哎呀，他这个压制我受不了，我下 C 怎么变臭皮呢？又打晕了。太难受了。龙二，哎 ，AD， 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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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连一套这么多血啊！哎，这个我操，感觉不够用，妈侮辱人，干他！八神，我靠！谁不会呀、啊？选错了，应该选封八的。
哎，几秒钟倒下了。哎 ，nice， 抓了个蛋，又抓了个蛋。这个，哎 ，nice， 啊，我操！啊，我受不了，不会玩了。这大猪好赖呀、啊！我靠。nice。哇 ，nice！ 还有晕呢，死！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可以赢。你来，摇杆这边你来。哇 ，nice！ 没气了，那个什么死。倒地了不要紧，踢在角落站不住。你看，傻抓，傻。傻，傻，插一下，他骗你。哎 ，nice， 刚死。跟他确实差不多，哎。啊，六比五。你像我们这种顶尖高手打，真的是吃状态看发挥。今天你赢，明天我赢。包哥今天赢一回，干他！这个单子，包王懒子都被锤爆了。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？哇，满血啊！哎呀，小场面。我以为高手不会出这种败招。包哥刚刚那个情愿阴山过了吗？那肯定啊。我以为你想羞辱他，来，想按住他。嗯，没气，不好打，赶紧攒气。他怎么知道我打他？我操，上路他都知道。记你习惯，他妈的！哎，他就等着你动，然后就刚你。太赖了，他怎么这么气刚呀？你累死我，勒脖子，勒脖子。我操！
挣扎一下呀，妈的勒死了。哎，你看他又等着你刚。喝了吧。应该等他攻击，等他进攻。我不够贵。以后应该以后让这种比赛，妈的一场禁止，是吧？刚 CD 超过多少次就判输？哎，不用，禁止物资会参赛就行了，搞得那么麻烦。你看，他每下都中，我操，怎么都中。你玩不了。真的是一过去被打，一过去被打。开了，他妈的，严查无指挥。刚刚判过两人，我 nice。 受不了，别上子，别上格斗区操管。挪晕了，打逆向打晕了，我靠！强制这个是强转吧？对，你知道你咋没防住啊？那你来嘛，我不说要看这张你来了，防不住吗？强转防不住吗？他有时候打慢一点点，他就不是强转了。哎，抓到机会。哎，他什么都能猜到对，他肯定开了防守挂啊。嗯，耶，抓到。哎， nice， 这个小套路。哦 nice， 抓到。没气，你是死。有机会。这肯定要赌一下啊。哎 nice， 抓头。倒地了就好说。哎，想跑哪里跑？跑杀！哎，我，哎呦，打不下去，困了，想睡觉。实在不行选个风八算了吧，选个风八，选个风利亚娜有机会赢了。这套你赢了也不给你钱。哎，规则没说不让选，妈打不过就选。哎，他这防守妈的完全就是跟机器一样的，我靠，毫无破绽。我这也未尝不利啊。
哎，不能急，八哥。哎，哼，哎，nice， 哎呀，爽！哎，飞宇哥，晚上好，飞宇哥。我操，这全是黑粉呀、啊！你的包王，哎、别读出来好不好？我天天遇到这种人。但是为什么会爱吃河池啊？哎，他妈！哎，流量来了，我看到流量了。哎呦，又要输！这个 ID 叫什么呀？包爆汪的爆汪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读出来干什么？全是这种 ID， 我操！不是你读出来干什么？看到就行了。我没读出来。妈的，你读出来，我他妈现在都爆炸了。包王的，啊，别包王的，包王喝，哇塞，全是这种，啊，我已经看到了牛量和狗量啊，啊，这超管搞心态，我他妈玩不下去了，我操。六比八了，还有机会。我他妈天天都是这种弹幕，天天都这么玩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真的很难的。他们说这个什么什么牛尿马尿就是十二生肖。他说这个要组成一个十二生肖牛马、哎、你别跟我讲了，我看不到，别烦我。哦，我是记得还有一个叫猪料的。因为这个电竞酒店它没有上头，知道吧？然后明天跟亚王一起播，明天搞个上头过来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
哇，你妈这个逼真的是怪我的，就晕了。感谢飞叶哥啊，谢谢飞叶哥的礼物啊。没了，这个逼他妈的，妈的。